不用担心，今天我跟妈妈都在。他回家了。我现在要来布置我的婴儿床，不是我的婴儿床，是我女儿的床。那这个床是在 IKEA 买的，它是床边床，所以它这边有一个板子，这个板子就是这里的。那因为这个就是我打算就是要把它放在床的旁边，所以这边这个门我是不会装起来。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这边有三个床垫，这两个是 IKEA 买的，然后最下面这个是我上次在淘宝买的，因为我已经把它外面的那一层拆下来去洗了，然后今天刚好也晾干，所以我现在是要先把这个他们的那个装起来，然后我会把外面这个婴儿床先消毒擦过一遍，这样。床的板子是可以上下的，上下固定的，因为我们的床刚好在上面这层就是刚刚好，对，所以就是看你床的高低这样。我现在布置好了，然后我还请了一个 model， 就是这个维尼。到时候呢，小 baby 就是可以这样子睡。这个枕头是等他大一点我才会给他睡，但是我现在就是先摆出来。然后这只兔子呢，也是之前淘宝买的。我的这个床围跟这个床垫都是这种豆豆毯，它就是仿妈妈的乳头，所以会让小朋友非常的有安全感。然后都是买白色的，白色就是如果你脏的话就会马上发现。床围跟床垫我都有两套，这一套如果脏了我就会换一套新的，这样子交替。那这个床围就是要绑超级多的蝴蝶结，你看它一片要绑六个，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没有耐心的人，你可能就比较不适合用床围。然后这个被子就是之前在淘宝买的那个被子，到时候这个就是床边床，它就会在我的床旁边这样。这很痛，我真的是没办法感觉。痛，此生有这么痛过吗？被车门，又被那个车门夹到。被车门夹到是一瞬间，可是这是一直，就是痛比较久。天哪，妈妈好伟大。痛。
大。你这样会不会不好呼吸啊？我们现在要来我的那个病房了，来先逼一下。这是你的床哎、欸。对。这是我的床。哎、欸，它里面的灯光很有气氛哦，还有那个咖啡桌。咖啡桌，吃饭的桌子。你这边有这个冰箱。厕所，做的简约，还有衣橱哎，对，不错哦，还有电视，还有风景，风景啊 ，OK， 好，再一次啊，可以持续90分钟。肚子有痛，再继续用力。对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你还是要看到筋肉。你肚子还有痛吗？有。有在深吸。Okay. 你可以把那个气推久一点点，好吧？等下如果有痛的话，现在还有痛，就再试试。稍微固定一下宝宝的屁股。刚刚那种状态喝水，你等下就是用力，然后这边要放松。对，很好。脚尽量不要脚他。下次能够出来吧。好，那看来喽。好，来，到你的步调。好，别动。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好，再一次。啊、没有没有不要，再吃来，好，吹掉吹掉吹掉，好，后面哈气就好了。再来喽，好，再一次啊。好，还有吗？有，再来，再一次，这次就来喽，好来，到你的步调没？好，吹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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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都用哈的就好了。痛的时候也是哈气。他都放了手了，大家都哈哈，对，这样哈，不用用力了，不用用力，让宝宝慢慢滑一下，我滑滑，慢慢推出来的，让它滑出来的。对，再来，再来，对，很好哦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对，再来。妈妈也稍微用一点力。好，这样子，这样可以了，结束了。好，50分哦，恭喜。来，脚放下来。来，脚放下来。对，脚放下来。大概晚上今天是除夕了，大概初三回家。好。那我跟月嫂讲一下。好。那初二我会确认一下。除夕团圆加宝宝刚好。生日很好吃啊！好了，妈妈看我这里一下。好 ，OK， 对对，录影录影。录影好，来看了，期待剪。来，不用担心，英诺跟妈妈。一胎有喂过那么小的孩子吗？抱，讲错了，是抱，没有，没有抱过，没有，不敢，太软了。
回家了。今天是我跟他第一次一起吃饭，然后我是订月子餐。今天是蜜乳茶。今天的晚餐，今天的饭是这个栗子香菇饭。我发现他每天的饭都蛮不一样的。然后青菜，这是花枝吧，是吗？对，鱼，卤牛腱，然后这个是炖花生，甜的。他每天都会有个甜点，然后今天的水果是芭乐，然后还有汤，就是哺乳妈妈也可以喝的中药汤，然后杜仲茶。我发现喝完杜仲茶全身都超热，然后这就是今天的晚餐。我女儿刚刚睡着，我换了这个床垫，因为她刚刚给我尿床。我刚刚在帮她换尿布的时候，我一把尿布脱掉，他就直接给我尿尿下去，我整个傻眼。趁他睡觉的时候，赶快来吃饭，把饭吃一吃。